度咧系花莲最新嘅打卡店 Mr. Sam Cafe。你睇呢度嘅设计，好似咧虾俾人穿咁 mini 噶，不如我哋入去睇下咯。咖啡门口低1.6米高 ，model 变咗个巨人啊！诶，开唔到个洞门，唔通我行错门？室内设计有彩色玻璃同复古家私，好似去咗精灵世界咁，咁特别，梗系多人专程去打卡啦！呢一间咖啡咧，除咗有咖啡卖之外咧，亦都有冷泡茶啦，同埋果味苏打。咁咧呢度咧，所有咧都系提供咧外带嘅杯啦，所以如果好似我一样咧，自备饮杯咁就好啦。仲有每日限量100个嘅山姆包，腌制山猪肉配凤林剥皮辣椒，够多汁又野味。咖啡仲会不定期举行展览，咖啡校园一样咁 agreeable， 连狗狗间屋都好得意。呢间位于花莲凤林镇嘅民宿，外形好似公主城堡，城堡出面仲有个绿色迷宫 ，common area 有啲似灰姑娘间屋，厨具同家私等等都系古董。我阿妈咧发现咗一个咧1930年嘅木柜，唔知呢个木柜系装啲咩嘅咧？哇，原来系咧当时一个雪柜嚟嘅，我开埋下面。仲有年近半百嘅火炉，仲可以用嚟煮食，